请拿手。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零基础成人钢琴教程第41课，也就是教材的第114页到117页，总共有三首曲子：蓝色多瑙河圆舞曲、古典舞蹈，还有蓝调布鲁斯。曲子比较多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打开教材第114页，蓝色多瑙河圆舞曲。上面是作者的介绍，大家自己去看，我们就直接看谱子。还是先看起始点，左手第五个手指就是一开始的这个，就是哆。这个位置呢它不明显，但是这个哆很明显，很容易找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记住。那右手第三个手指第五个手指，也就是除开这个弱起小节的第二个小节咪嗦，之前教大家记住了高音谱表第二条线是这个 G， 这个 So 的位置一定要记住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一开始是一个弱起小节，所以呢大家有看前面示范的时候就注意到了，它是四三拍，它开始给我们的拍子是这样的，一二三一二，哎，第三下就要开始了，因为这个弱起小节呢是一拍哆哆咪嗦。好，然后到这个小节的嗦呢，这个脚上的踏板呢就跟这个嗦一起下去，嗦二，然后右手咪嗦，然后右手弹的时候左手就放手了，一二哆咪，一二，然后脚跟这个右手这个哆咪呢一起放手，那第一句呢就搞定了。注意第一句跟第二句呢它都是弱，为什么第一句跟第二句都是弱呢？因为第一句跟第二句的左手弹的是一样，但是右手这个呢就不一样，这个右手的感觉呢就好像这个波浪的涟漪一样往外面扩散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开始第二句。第二句注意啊，第一行最后一个音符呢也是有的，它就像这个弱起一样，哆哆咪嗦，踏板二，然后右手是发嗦，一二，然后 C 发二，手脚一起放，
第二句就搞定了，然后到第三句它就变成了一个中弱了，所以这个声音呢可以稍大一点点。那前面第一第二句左手是一样，所以后面的第三第四句的左手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要看清楚，刚刚是哆，现在的比那个哆低一个，就是 C C C Re La La， 踏板跟这个拉一起，二，然后右手发拉，一二，然后 C 发，一二，脚跟手一起放。好，那到第四句的左手呢，跟前面一句是一样的 ，C C Re La， 踏板跟这个拉一起，拉二，右手是米拉二，然后哆咪二，手脚一起放。其实呢，下面两句的左手呢还是一样的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看清楚下一句就是一个中强，所以力量上面呢再变大一点点。回来这个哆哆哆，然后用第四个手指咪嗦，手脚一起下哆二，右手上来嗦哆二，然后下来咪嗦二，然后到下一句还是左手还是一样五五四二一，哆哆咪嗦踏板哆。然后刚刚的嗦哆变成了拉哆，二下来法拉二，手脚一起放。那接下来的这两句呢就要注意了啊，这个右手下来来来法拉拉，这里有个渐强，然后左手呢就弹这个G7和弦，一二，第三个的时候按住，然后一起放手下来升发，然后这个一呢从这个第二个手指下面穿过来升发嗦咪，你会发现这里的踏板呢没有对着右手这个咪，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弹到这个咪，等这个咪弹了以后，这个左手准备弹的时候这个踏板才踩下去，哎，所以呢它重点是想要延长这个左手的这个和弦，踏板踩住，一二三，到这里最后一个它不跳，然后呢我们就手脚一起放，然后就下来第四个手指弹哆咪，换手指咪，然后左手上来法拉，然后 re 啊，这个法拉先不要放手，然后等右手弹这个拉的时候呢再放手，然后这里底下呢有一个渐弱渐慢，所以这里呢我们开始慢慢把这个力量收回来，左手是 Si So， 慢点下来 So， 然后 Do、也是等这个右手弹了这个 Do 以后踏板踩下去，然后弹这个一二，然后再下来一个八度弹这个 Do 二，然后放手。打开教材第116页，古典舞蹈，这个曲子非常的简单啊，只需要看清楚，哎，中间有一点点换了位置。那我们直接看第一行，那第一行的左手呢都是这个 F 和弦，因为调号里面呢有一个降记号，所以呢它就是一个 F 调的，所以我们的手呢都是摆这个位置，啊，右手是这个 C 的位置啊。那我们按照手调来说呢，这个就是嗦，啊，如果我们按照固定调呢，这个就哆哆发嗦拉发。哆发嗦拉哆，其实我们唱出来唱手调呢比较能感受到这个曲子的感觉啊。刚刚唱完了这个固定调了，那我们一边弹一边唱这个手调，嗦哆来咪哆嘘哆嘘，注意里面的休止符啊，而且第一行呢它是一个强的，所以这个力量上面是要稍大一点，然后后面还是一样嗦哆来咪嗦嘘放。那第二行呢手稍微换了一下位置，换的是右手，左手呢不用动啊，但是我们记得这个 F 调的时候呢是这个 B 要降，然后这个右手呢你看我们上面一行的五是在这个 C 的位置，但是第二行的
比这个 C 高了一个位置，所以呢我们这个手的往后一格，然后注意这个 B 要降，啊，这是第二行前面两个小节，啊，如果我们唱这个固定调呢，就是来江西哆啦江西江西，啊，如果我们唱手调的，就是拉发嗦咪发阿尔发，啊，那左手呢就是降 B 下来再下来，然后一样的，哎，左手相对比较简单，注意一下这个右手就可以了。我们两个手一起，这里要轻，隔开一个，左手四，右手三，二。注意，因为它是有连线连在一起的，这两个一样的手腕呢不要抬起来，就轻轻的松开，然后再按下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后面这个右手呢还不用回来啊，它从四，然后肩到肩隔开，往上一个降三，然后线到线隔一个，就是这个一二啊，哆啦降西嗦啦啊，那左手呢？从三开始往下走，再往下走，还是这个。我们唱个手调，嗦咪发瑞咪二咪。好，那第三行呢是跟第一行是一样的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后到第四行，第四行前面两个小节还是一样的，拉发嗦咪发二发，然后准备左手呢变成了这个一二，然后这个二呢要降，这个 B 要降，然后右手呢就要回来了，刚刚我们的二是在弹这个 A， 现在呢下来弹这个 G 的位置，瑞咪发嗦哆，这个特简单，注意这个手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，二三换手，然后我们继续打开第117页蓝调布鲁斯。其实这个弹法之前我们弹过，所以最重要要注意两个手的位置就可以了。起始点右手到某个中央 C， 高音谱比较短线，那左手弹的是什么和弦呢？这个位置，那我们看看右手弹什么，只要注意好这第一第二个小节，这个右手弹什么呢，后面都是在弹这个，只是不同位置而已，哆，然后降咪，咪在这里，降咪用第二个手指，然后咪用第三个手指，然后嗦哆，其实之前弹过了，在前面的十二小节布鲁斯里面已经弹过了，哆降咪咪嗦哆，左手 C 和弦，三四，再来一次一样的，哆降咪咪嗦哆，二三四，到第二行，其实他给了我们提示了，上面写着个 F， 所以我们两个手的直接移上来这个 F 的位置就可以了，然后弹一样的，整个动作都是一样，就换了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假如说把它换成了这个 F 调来唱呢，它还是哆降咪咪嗦哆，那如果我们按回这个 C 调，也就是发降啦啦哆发二 F 和弦三四，然后直接下来还是跟上面一样，哆降咪咪嗦哆二三四。那我们看到第三行，第三行它也给了我们提示，就是一个 G 的位置，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要把第二个小节也看了，因为第二个小节是左手弹的，第二个小节呢它是一个 F， 所以这一次呢两个手从这个 C 呢去找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啊，我们上来右手找 G， 左手呢要找 F 啊，右手弹完左手马上就接上了，当然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右手找到了，然后他在弹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左手再去找这个 F 的位置也可以，
整个动作都是一样的，左手 F 开始，然后这个动作呢就需要注意的，因为他的手指跟右手的手指是反过来的，所以用三去弹这个降 A， 然后 A C， 哎，这个动作以前也弹过，但是在这个曲子里面的这个左手只弹了一次。然后弹完这个以后呢，你会发现第三个小节里有一拍休止，哎，那这个时候呢就好给我们两个手摆回来 C 的这个位置，然后有个渐慢 Re Do 二三四，啊，第三行呢我把它连起来，大家找一找那个休止符的感觉，一二三四 F， 一二三四，嘘，哆，敲咪，渐慢，哆，二三四。第41课就讲完了。三首曲子难度都不大，但是你会发现三首曲子都需要换位置，其实也就是要求我们对五线谱要越来越熟悉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赶紧去练琴吧，拜拜。